马杜纳杜在这一次的季后赛也表现非常的突出。哇，卡破逼的安打，这应该是二垒安打没有问题。这个球还好，克兰德赶快去做一个补位。所以马杜纳杜也打出四支安打，今天又来了一支。虽然没有每一场都有安打，但每一场他都至少上垒这个两次起跳，因为唯一一场没有安打就是总冠军赛的第一场，他也有两个保送。这时候在河库方面呢，赶快喊暂停了，看起来也是一个换头的时机了，因为看起来今天整个高二组的状况也不是很稳定。对，